大家好，我是梁浩然。一般人对监狱的认识可能是来自电影或者是电视剧，现实生活中究竟监狱是怎样运作的呢？今集的警民同心就会同大家介绍澳门监狱的情况。我身边这位是澳门监狱的代表，公关处的技术员李秀华。大家好，其实澳门的监狱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不如一起来看看监狱的历史和它现时的职能。明清时期，拘禁犯人的地方设在议事亭，亦即是现在民政总署的位置。直到1909年9月，位于贾伯禄提督街兴建的中心监狱落成启用，亦即是俗称的市牢。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市牢的空间不敷应用，政府就在路环兴建了路环监狱，到1990年正式投入使用。回归之后，路环监狱改名为澳门监狱，由原本的司法事务政务司转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司管辖。现任狱长李锦昌在回归前已经在监狱任职，担任局长一职超过15年。监狱的职责是執行剥夺自由的刑罚，以及根据法院的命令对一些嫌疑人进行羁押收容。但是在监狱接受惩罚的在囚人，他们不是坐监坐一世，他们终归有一天是会重返社会，所以協助他們重返社會才是我們最重要的工作目標。監獄是會跟一些不同的政府部門和機構合作，在監獄裡安排教育、培訓、講座等各種不同的活動。我們更加為他們安排了出獄前的招聘活動，讓他們出獄之後可以盡快投入工作，不要重蹈覆轍。但是我剛才所說這些協助在囚人重返社會的工作，都是建基於一個穩定而安全的監獄系統。沒有了安全，一切的工作都是沒辦法推展的。也不要忘記，有一群在獄中服刑的人士等待社會的重新接納。澳門監獄由獄長和副獄長領導，轄下設有監務事務廳以及組織資訊及資源管理廳。監務事務廳設有保安看守處，全面負責監獄的安全以及在囚人的看守工作，包括监狱内部和外围的保安巡逻、安全搜查、押送在囚人、维持囚仓区的纪律和秩序，以及管理在囚人的日常生活等等。社会援助、教育及培训处是负责在囚人的援助和教育，以及协助他们重返社会的工作。组织、资讯及资源管理厅负责处理监狱的人力及物力资源规划、管理和运用等等的工作。而公共关系及新闻处是负责处理市民投诉、接待来访团体以及协调社区关系等。另外还设有管理委员会，负责协助管理监狱的财务运作。整个监狱除了大门之外，都是被这些外墙包围住的，一般人很少见到里面的活动情况是怎样。秀华，众所周知，监狱的安保工作都是由狱警进行的，究竟他们平时是怎样进行工作，确保监狱的安全和秩序呢？监狱是24小时运作的部门，狱警是需要日夜轮班工作的。基于监狱的职能和工作性质，狱警工作具有专业性。每一位的狱警同事都是经过筛选、考核，还要接受严格的训练和实践操作，才可以正式投入保安和看守的工作的。一起来看看模拟的片段。监狱对羁押人士或者被判刑人的看管工作，并不是由他们进入监狱之后才开始的。当监狱收到法院的通知的时候，接收羁押人士和被判刑人的工作已经随即展开。首先，保安及看守处的同事会根据法院的通知、被判刑人的人数、是否有法院的命令状、案件的性质等等，进行保安级别的评估，还会收集道路的交通资讯、规划押送的路线等，然后安排特别保安组的狱警同事根据工作指引佩戴合适的装备押送被判刑人。绝大多数的羁押人士和被判刑人都是由监狱的押解车辆载入去监狱的。当他们到达监狱之后，就会交由保安看守组的狱警同事安排登记入狱的程序和进行保安检查。在完成入狱程序和保安检查之后，我们的狱警同事就会带在囚人来到他们所属的囚仓区，以及安排他们会见医护人员。入狱之后，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活动就会由监狱作出管理。在囚人在狱中的生活是怎样度过的呢？狱警同事每日会根据他们所属的囚仓区，以及他们探访的日期和参与职训的情况等等，去安排他们在监狱入边的活动。
在囚人会安排去到工房参加职业培训，亦会到运动场活动，到探访室或者是会见律师或领事等。当在囚人需要去到法院、检察院应讯、去医院治疗，又或者有特别的情况需要外出的时候，就需要安排特别保安组的狱警负责押送外出，而负责楼层的狱警同事就需要管理在囚人在囚室范围入边的日常活动，确保囚仓区的秩序。受过专业训练的狱警同事需要随时留意住在囚人的情况，凭住他们的专业触觉及早察觉在囚人在情绪或者行为上的异样，即时向上级报告并且作出跟进，防止潜在危机的爆发，防患于未然。近年来，由于在囚人的人数上升，监狱的人员流动亦日趋频繁，看管在囚人的工作面对更多挑战。狱警同事在执勤的时候，往往需要面对不同的在囚人，有时候更要应付一些突发的情况。监狱为狱警配备了适切的装备，加上狱警同事受过专业的技巧训练，并且快速处理事件，务求尽快恢复囚仓区的正常运作，避免对其他在囚人构成影响，这样才能够有效地维持监狱的有序运作。这里就是澳门监狱的唯一出入口，亦即是监狱的第一道防线，相当之重要。是啊，这里由特别保安组的同事驻守，对所有进出监狱的人员、物品和车辆进行检查，以确保没有违反规定又或者是未经批准的人员和物品进出监狱。狱警人员还会负责监狱设施和监狱外围的巡逻，确保监狱的警戒线没有受到人为的破坏或者有违禁品从外围抛入。同时，保安楼、控制中心和瞭望亭的狱警同事负责监察监狱各处的情况，如果发现监狱受到侵袭、有外物触动警报，又或者发现有异常的情况，都会第一时间向上级报告，即时处理。当夜幕低垂，在囚人回去囚仓，停止囚室外面的一切活动，狱警同事清点人数之后，在囚人就要休息了。不过，狱警看管在囚人和守卫监狱安全的工作是不会停止的。我手上的这些物品是由在囚人的亲友送来的，多数是一些食品、日常用品和书本。虽然在囚人犯了罪被判刑而失去了自由，但是他们依然享有接受亲友探访的权利。没错，在囚人的家属会因为亲友的入狱而受到很大的影响，探访活动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同时，监狱亦会安排不少的课程给在囚人报读，这些活动有助于他们掌握知识和技能，让他们可以做好重返社会的准备。每名在囚人都享有每个星期至少一个钟头的指定时间接受亲友探访的权利。在囚人的家人和朋友在办理探访许可证之后，就可以在指定的探访时间里面来到监狱进行探访。此外，每名在囚人在刚刚入狱的时候亦都享有一次接受亲友首次探访的权利。如果家属遇到紧急或者是特殊的情况，亦都可以透过监狱的社工申请特别探访。而为了方便长者、孕妇、行动不便或者是残障的人士，监狱亦都推出了视像探访的服务，方便他们在澳门的中华广场监狱服务资讯中心，透过视像就可以同身处监狱的在囚人亲友进行对话。除了监管在囚人之外，協助在囚人士重返社會亦都是澳門監獄的其中一項主要工作。獄方會安排社工跟進每一位在囚人的個案，為他們提供輔導，協助他們重拾正確的人生觀，還會促進在囚人和家人之間的聯繫，希望在囚人積極重建新生，日後順利重返社會。監獄和教育暨青年局亦都有合作，為在囚人在獄中開辦回歸小學和初中課程，以提升他們的學歷水平。监狱里面还设有不同种类的职业技能培训工场，在囚人可以根据个人的条件、意向和需要提出学习的申请，让他们可以好好利用在狱的时间自我增值。当中的培训工场包括有制衣、木工、厨房和面包西饼制造等等，而每个工场里面都有专业的导师指导在囚人学习。同时，狱方亦都同本澳的教育机构合办不同类型的专业证书课程，在囚人完成有关的课程之后，可以获得相关机构颁发的认可证书，有助他们日后重返社会之用。
而为了令到在囚人在出狱之后能够尽快融入社会，监狱自2012年开始和法务局合作举办在囚人适前就业计划，定期安排爱心雇主到监狱和即将出狱的在囚人进行招聘面试，协助在囚人在获释之前就能够取得就业的机会。为了配合特区政府征兵简政的政策，未来澳门监狱就会同少年监法院进行合并，将惩教结合，统一由惩教管理局管理，以便集中资源，提升工作效率。两个部门已经开展了相关的改组准备工作，将来惩教管理局会避免监狱同少年监法院被人混淆，会做好更多的跟进工作，令到两者在履行职责中有明确的区分，对青年会着重教育辅导，协助重返社会。少年监法院的地点亦都不会改变，仍然会独立于监狱以外。少年监法院是根据违法青少年教育监管制度执行法院所判的教育监管和收容措施的场所，目的是教育青少年遵守法律和社会共同生活的最基本原则，使青少年以适当和负责任的方式融入社会。而在回归之前，少年监法院亦都是由司法事务政务司管辖的。由于保安和保障个人私隐等原因，前往澳门监狱探访或者办理服务的人士，在监狱范围之内是严禁拍摄、录影和使用通讯设备的，而未经批准的任何人士都不可以带摄录机和通讯器材入监狱的，大家要注意了。在未来我们将会陆续再和大家介绍更多监狱的工作情况，以及是支持在囚人士重建新生的事务。今集的警民同心又到尾声了，时近岁晚，由下一集开始，我们会和大家介绍各个部门的冬防部署和假期要注意的事项。下集再见。再见。